的一个项目，是做专做就是数据同步场景啊。这个是在先介绍我吧，是那个白金开源的这个联合创始人，然后是阿帕奇基金会的那个一个成员吧，也是在阿帕奇孵化器当老师，主要是在邵峰老师的引领之下，也逐步进入了阿帕奇的基金会的这个圈子里边。也在去帮助很多这个大概50个日本的部门来自中国的这些项目，也是 DolphinScheduler 全部接入。现在我需要的精力还是在去帮助 SeaTunnel 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像 DolphinScheduler 一样流行的一个项目。其他的这样一个项目这个要从这个架构从这个新的数据集成从来不是一个新的场景，它大概10多年前就有那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小伙伴原来用 Beta X 就是一个也是做数据同步的一个离线就是离线同步这么一个项目，那我们再去真正去考虑有没有新时代，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像AI 时代，像这个云原生时代，包括现在大家都在去做实时去实时的要求更多的时候，我们要求是不是这个场景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需要有更新的那个迭代的工具来去解决现在的比如说实时数据服务、实时输入仓这样的一些场景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新的架构出现。这个架构不是ETL 也不是 ELT， 而是 ETLT。这个中间这个小 T 我着重说一下，这个时间关系还是着重说一下中间这个小 T。中间的小 T 指的是轻量级的一个清洗，它包括的类型的这个转化，比如说我过滤一下这个峰值或者我有一个很细微的一个转换它不是做不打教育。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现在的云数据图的能力特别强，它跟原来的像 GreatMom 那个时代去做把很多的 ETL 的那个 T 带去往数据库里去 load 的那个场景，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因为云储仓它的能力特别强包括那我们的业务分析师，包括我们的业务在想哪更快的去拿到这个数据，非常的像他想拿到的是一手数据，而不是说我在经过工程师经过输仓小伙伴进行了很多的这个转换，从这个 OBS 呀到 DWS 这个现在一般的输仓都是3层架构经过那样的一个不达那个架构的转换再去加载到再去他才能看到这个DWS 或者 APS 这些最终的一个几十层的数据，所以这个是一个新时代发生了一个变化另外这是一个小为什么做了一个小题，最终大家比如说要去做很复杂的教育，那其实是云储仓不能干的那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两点跟原来是不一样的一个变化这个下面这个还有它的一些场景还是说一下这个数据集成它面临的一个挑战数据集成多达900种，这都少说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支持了100多个数据源，但是源源不断，就像这个 Python 这些新的这个每年能进入阿帕奇孵化器的大数据，光大数据领域的相关项目都得有50个你这个要去支持更多的，尤其是版本我们也深入各个数据库，比如说像 R 库的版本也在不同的存在版本之间的这个不兼容，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痛苦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要去支持不同版本，能够去让他们能够去在你这个项目去实现，这个也是我们把这个架构进行了一个从1.0升级到2.0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来我们是基于 Flink 或基于 Spark 是原生的 Flink 原生的 Spark 去实现的，后来发现这条路其实对我们的历史包括太重了然后一个痛点其实是数据丢失重复就是因为数据同步这个过程，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点，就是数据一致性数据一致性还有这个数据一致性之上其实还有一个稳定性，数据比如说你这个数据能够很好的去让你的数据能够比如
说我同步一亿条数据过去，或者几万亿条过去，能够不多不少，你保证 increase once 啊，这个是很多场景下是需要去做到的一个场景。另外一个是出现问题能不能快速的去回滚，或者是像是也是说能够去支持断点续传啊，针对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要求吧。另外还有同步过程不透明啊，缺少监控，这个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像我们用现在的工具，都是同步完了你才会知道这个啊，我哪儿在这儿出问题了。那你通常你同步个几亿条数据啊，你通常都在几十分钟，有时候可能会更慢，这个和功能恢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这个过程如果是到最后才发现问题，那其实这个有点太晚了啊，这个是时效性的一个要求。另外一个是像第三点，其实也说的是非常痛的点，就是频繁读取频道啊，这个对业务数据库能随便让你频繁读取吗？这个 DBA 对这块儿关注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对这个数据库，因为频道一般都在这个数据库端嘛，对程序员的频繁读取对他的那个业务库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包括像一些还有这个大数，还有这个自动点灯，还有这个地震图啊、高延时啊，这些都是现在的基层的一个挑战。以前啊，以前通常是分开管理啊，那维护困难，还有这个数据关机啊，相信做过数据迁移，或者是大量的那个数据，比如说这个我要从机群要去做数据平台的时候，应该都也非常的有。像我们原来去做这个数据的关机啊，通过通常都是几个月啊，一做能做几个月，这都是数据集成的创办，尤其是现在的数据爆炸了。上次是几百亿啊，有些我们一些这个用户一天能到几万亿的，这个场景是非常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工具来去把它很好的去支撑起来，是非常的有挑战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对他们的一个简介吧，就是说让他们的目标定位，这个定位，我们的定位是一个它是一个高性能的数据集成工具，我们的定位最核心的其实是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平台。像 DolphinScheduler 我们是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平台，像一个操作系统，大数据的操作系统一样。那数据集成工具，希望它用轻量级啊，能够跟各种上下游的生态一个很好的结合，让别的社区啊，或者是别的这个生态里边的，能够很好的去很容易的去集成像 Zeta 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工具大家都是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用完就可以了。不是一个平台，平台就比较重啊。在今年的六一，正是成为了阿帕奇的一个顶级项目嘛。现在有一些用户已经有同步万亿级的这个数据这样的一个生态表，这块感觉也有很多这个用户在去在生产应用。这里边是我们的一些功能和目标啊，有些目标其实是没有实现，但是我们也在社区也在。快速的迭代，如果你小伙伴去关注到我们社区，大家会发现像 Zeta 这样的社区其实是国内非常活跃的一个社区。那我们第一点，所以我说开源的第一个要素其实就是简单应用，虽然我们到今天一直还没做到像 Zeta 也没有做到是简单应用啊，能够十分简单的去开箱应用，但我们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上去努力它不需要去依赖这个大数据平台，这个是一个就本身它可以不依赖一个大数据平台。另外一个是我们会在最近发展一个这个数据谈话啊，谈话合作，很多小伙伴需求诉求吧，这个也是一个在我来看还是挺刚需的一个需求啊，希望大家能够也可以，我们都是开源的嘛，所以它能当外部人项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这个数据源的这个支持者我们现在已经是100多种在社区贡献者的这个支持之下尤其是像 N 乘 N 的这样的支持，这个工作量是人能开源来完成就是上下游的同构的异构的数据源的之间的数据的互相的打通这个工作量非常之大。还有这个能够去支持到这个 P 流这个 CC 这种一体化配置先前我们先前大家 P 是 P 流是流 P 要配一件流要配一件这个现在
能够去做到这个协同一起，觉得对用户这个有保证的方式。另外一个能够做到这个交互同步啊，结构的通便，这个其实大家也是在能够更多的这个项目这块能够同步去开发，让大家能够更简单的去用。还有这个同步场景啊，还有这个全量的通量，这个借鉴了 Blink 思想啊，就 Blink 啊，尤其是 CDC 这块的一些设计啊，就是全量的、增量的、无所化的这个这种切换，还有这个像多缓冲，其实多缓冲其实是，比如说你有多从一个数据源从来接口，比如说我要进湖，我要进仓，那其实是需要对源头去一遍，而不是说我需要多次消费的这种对这个 SAAS 的这个源进行读取。另外一个是我们也会去做这个我们要实现的像这个动态的数据库，这个目前只能现在大家需要手动的去实现，但我们在我相信今年肯定会实现这个数据的控制，在太原这边啊去实现，像这个 schema 的evolution 啊，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数据同步的一个场景那边的一些场景去做的一些支持啊，包括对云图片的支持，包括对因为有一些出海的用户也在用的，所以这个也是对里边的设计平台啊 S3 呀它比后面有一个后面一圈子，它是比AWS DNS 要快很多的，所以这个是一些这个用户去选择 SeaTunnel 的一个重要原因嘛，也支持了阿里的 OSS 啊，这个还有 Google Store Google Store 现在就是开了嘛。这个是商业还有这个它的一些设计吧，这设计其实都是我们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无区化的，我们是 DolphinScheduler， 但是可能 DolphinScheduler 其他的这个设计架构上略有区别啊，还是底层上还是有区别的这个设计。这是它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这就是它要支持的一个很显然的去判断它的一个要支持的各种数据源吧，数据源就是整个从上游的无论是 TP 的还是 AP 的还是 HTTP 的 FTP 的这种各种源吧所以我们有一个slogan叫连接万源，它的同步入非，所以这个是我们社区的一个目标吧，尽管这个目标是很宏大的，相信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还是能够因为社区的贡献的力量还是非常的庞大的。然后这个是从 SAAS 到我们上游的这个是叫 SAAS， 目标是叫Sync 或者叫 Topic， 目标是语言。原有的一些解决方案，SeaTunnel 本身只是 Blink 和 Spark， 也支持 SeaTunnel 自己的这个 Zeta 引擎的，所以这个是以前像大家可能会需要去像游戏那种 Spark 需要自己手写一遍比如说我要用 Spark C 出来写什么的入库啊，怎么去自己去实现，然后像SeaTunnel 它是有统一的一套，就最新的架构里边是统一的，有自己的这个 Universal API 统一API， 由它来去翻译或者翻译转化成 Blink 或者 Spark 的这个底层的这个这都是汤沃坑的，这个坑就是去年汤沃的图片。然后 SeaTunnel 的接口数量现在呢，就是支持的数据源的数量，然后是像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嘛，就是这个版本迭代还是比较快的，尤其每一个版本最初的这个里边的功能非常多。其他解决方案，比如说像海外的比较流行的 Airbyte 和和 Data X 吧，就是 Data X 属于就 Data X 的项目其实也非常好的一个项目SeaTunnel 其实比Data X 做的非常非常好这个是我们也在去学习，一直在去学习这个 SeaTunnel 在登记上比 Data X 要快一点，但是比 Airbyte 要快很多倍这个就是要快几倍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我相信国内的这些数据集成啊数据同步的软件肯定会发展的会比较好，因为中国的这个数据量能够去打磨出这样的场景来去打磨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个是其他的那个架构，这个是它里边抽象了一下，就是这就是 SAAS 吧， SAAS 就是各种源那个 target， 也就是说它要去的目标。这里边就是有 P 有 batch stream CC 这些场景，中间这个就是会有这个像中间这块就是Data 的这是其他的一个架构，核心架构，它里边有 call inter service， 还有简单理解它就是 master， 这个就是 master， 这个 pass to service 就是 worker， 也是一个 master worker 这么一个架构，架构，然后这里边会有这个叫 master 来去做这个分任务，然后从南边就是那个 execution service 就是他负责具体执行 SAAS 任务，或者是去说我把过去上的这些数据，然后就要从 app 这儿就去读取他 SAAS 任务。如果是要去写入，比如说要写入到这个LTDB 啊或者卡夫卡呀，那他就做了一个 sync 的任务。还有一些是transform 做数据转换的一些任务，这里边会有这个一个之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去实现这个缓，就上有这个缓存层，缓存层其实有一些，我们像 Blog 它的时效性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30小时这样就消失了，你的数据没有及时的消费那你其实应该有一个中间的缓存层，所以这块是我们后续会去做的一些。下面就是比如说要去利用这个气候报应台来去，要去把这个快照信息能够去做这个持久化，比如说这个持久化的系统也支持本地啦、EDS 啦、SN 啊，能够去做这个持久化，能够比如说支持这个数据保证这个数据的一致性，要能够支持断点续传这样的一些机制。这个是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流程图大家感兴趣的可以下来去看一下新他们的一些官网吧。Zeta 的这个架构其实是支持了Flink， 也支持了 Spark， 也支持了 Zeta。为什么我们既有 Flink 又 Spark 之后，我们又在去年今年的这个就社区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以自研了以 Zeta 形态，这个是专门是通过场景去设计的因为这个 Flink 和 Spark 其实是是为这个，其实是为大量的这个数据去做的一个设计本身，有一些去根据数据层或者有时候会感觉到，会感觉到有些差别吧。这个后边有一个对比，是一个Spark Flink 以及 Zeta 的一个对比，但是 Zeta 都可以运行在这些云层上，所以我们在做的事其实是。要支持过引擎比如说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引擎，比如说更流行的或者是一个能去做这个引擎，那么对他们定义了一套自己的这个 API， 它可以去转化成不同的引擎的一个实现，所以这块是尤其是这块其实是比如说 Flink， 这个其实是解决依赖的，比如说像 Flink 这个版本原本是依赖 Flink 版本，但是 Flink 版本也会升级非常快就是版本之间的这个不兼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然后比如说能够去支持到这个多版本，能够与让这个才是真正痛苦的。你比如说这个Spark 拔了一个新版本一个大的版本跟前面的版本兼容，直接依赖源摸一个这个先前的一个你的每个 connector 都要再去重新实现一遍这个工作量简直是对小区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完成的一个任务还有这个是下面就是比如说游戏一起现在就在新的 connector 的支持就需要去按一些去实现一次可以支持流量就是还有这个多路复用这些都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其实理解过像你去年纪过多这个其实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忽略的但是你真正用到生产实验的时候DBA 是非常关注的你不能影响业务部业务部的连接给你比如说我给你20个连接这块连接就是你不能说
你这个一个表啊，需要一个连接，这个在实际上是挺难的，挺难去什么，你真正要去付出去生产的时候，那些业务部门想用，但是 EVA 他们就会站出来的。这个是一个接触到的一个大家在去用这个 SAAS 和 Flink 的时候，或许会发现这个问题啊，不一定啊，因为这个 Flink SAAS 它已经迭代了好多年，所以这块儿，因为我们在去用，尤其你在去同步数据量大、同步数据量小的时候，你用谁都 OK 啊，问题不大。但是数据量大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去发现本身像我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过 OM 模型吗？我经常会发现那种会出现大表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你到底给它的几 G 内存呢？你的一个任务，你要给它一个 driver 多少啊？你都会去比较纠结。现在是这个其实是一个什么的，是会有人遇到的一个资源浪费的一些情况嘛。还有刚才已经提到了，像 GPC。连接过程中还有这个容错力度容错力度SeaTunnel它是里边是有一个就是按照 pipeline 去做了一个设计，所以这个它的容错力度是非常细的，比如说有一部分数据是错的，就是从这位 VAC 数据这一部分数据再去重跑或者是注释这些都可以那像分析反正不是错的就可以提供了，这个是在大量宇宙跑一个机械的时代里说的你是错了，这是跑一遍其实是非常耗时的而且还有这个CNC 的一些场景以及能够更快的去用，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对用户有用，所以这个都场景是一些场景吧。这个是刚才已经提到我的一个翻译层，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翻译层，最早其实是一开始它这个项目是Zeta 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项目，它最早是支持的 SAAS 那时候是 Flink 在国内不像现在这么流行，所以最早还是支持了 SAAS， 用了原生 SAAS 的语言。后来呢Flink 是比如做流这块儿特别的出色又去支持了一个 Flink，但是都是用了 SAAS 的一些或者 Flink 的原生的一些那这时候其实社区支持的都是你每实现一个都要支持两遍，就是要去写两遍，然后比如说 SAAS 又推出了不同版本，然后 Flink 也推出了不同版本，你这个实现就每个 connector 实现那就是很多遍，然后重复的实现好多遍，所以这个就是社区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做翻译层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不需要去依赖于第三方组件，也不需要依赖于大数据的平台，它就像 DataX 一样能够很方便的去用起来，所以这个是像很多比如大数据平台的小伙伴可能会知道，大家的大数据平台其实还是很花时间的，尤其大数据平台组件这么多另外一个是无中心化的架构，还有这个 Zeta Catalog， 这个都是能够去做一个容灾恢复的网上数据一线，我认为是大数据里边数据同步这个场景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你的数据不能出错，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对比但是这个像SeaTunnel DataX Scope Flume 有一些可能因为 Scope 和 Flume 基本上已经有些是已经退役了，或者是已经基本上不活跃了，像 Flume 这样的项目是不活跃的一个项目。像 DataX 这块其实也是实现量不是特别多所以这个是一个简要的一个对比时间关系就不再细说了。这是下面是 SeaTunnel 的它的性能吧，这个性能其实是做了一些测试，欢迎大家能够去帮助去做一些更多场景的测试因为每一个场景的实现可能受限于它的connector 的设计，这种 connector 关系非常的密切，不仅仅是因为引擎内部的一个原因，跟 connector 的实现关系非常的大，大家能够去做一些更多场景的去测试，比如说这个场景其实就测的数据量其实也不算大，就是3000万，那么现在基本上后续我们会去尝试测一下这个10亿、100亿级的这个数据量
在这么高的量的情况下去做测试，可能这个运行会更明显。但是我们是我那个这些做的这个比 Airbag 快，或者比 DMS 或者 Beluga 要快好几倍。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国内软件做的一个技术标，还算能够 OK 的一个标志吧，我希望国内的软件都是越来越强的。嗯，三个就是用户的案例啊，用户的案例，这个是它的用户案例，首先之前其实它是它的使用方式啊，现在我们在没推出，外部应该是最近一个两周不推出来的那个可视化，大家不需要再去，不需要再去命令行去调啊，去配啊，比如我要配一个文件这种方式。 最近可能就会推出了，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很方便去入门的一个案例参考，相信稍微有一点点加入基础的小伙伴都能去把它刨出来第一个用例。这个是免费收到Doris的一个案例，其实是一个案例，像这个Doris呀、Starbucks呀、Payment呀，社区都做了一些支持。 这个排名能不能跑出来？感兴趣啊，其实做了一些这个支持，那更多的这个场景其实是，后续大家就不需要在这个在用这种配置方式，大家在界面上直接选就 OK 了。其实更多的方式是这个外部模式实现，相对 Iceberg 的实现，也已经忘记了这个有一个 PR，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现在还没有，这是一个比较优化版本的。 对，Iceberg做的更好的一些支持，估计这块我们也在想，看能不能做出来。而且因为它比Java这块的SDK这块弱化，这个是我们社区也会在一起讨论一下，看怎么去做。这个是一个最常用的一个界面吧，就是基于想法或者一个界面，希望它能够更简单、更去帮助大家，你需要在界面上去拖拽啊，这种就能够去实现这个数据同步。 对这个场景，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监控啊，实时的一个监控，然后比如说我想申报一下，这是它的典型案例吧，比如说像 B 站呀、微信会呀、那些操作的公司，再去怎么去，其他的公众号上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大家可以去关注。Roadmap基本上就是一个，能够就是已经支持了一些向量数据库。 比如说，像 Lilis 的一些数据库，也能够去更好的数据库，其实现在要需要支持的还是非常多的，有很多还是需要社区来去做更多的这个。包括其他的外部这个就是，要去包括它要需要用到调度，调度这方面也得考虑，调度是直接。 用DolphinScheduler还是要自己实现一个小调度，因为它对调度的依赖还是没那么强，这个也在去讨论中吧。先有一个最长的外部来去做一个优化，还有这些 DDL 变更，这个社区已经有这个框架正在去做，流速可能在稍微今年的稍微晚些时候，OK8S 这块支持，这个也在最近也是比较关注这个。 S 这块的这个支持，希望大家能够更快的去上手。这个是对社区的一些贡献指南吧，就通过大家感兴趣，想参与到这个社区的贡献中，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去把这个升级层这块的去做起来吧。这个是它的一些资源，右下角是我的这个微信号，大家能够欢迎大家能够去关注一下。行，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到这儿。